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多了。那么呢，还是在东莞了。这期呢，在上一期那个视频对面啊，还有一家啊，我们透过玻璃看到了，结果过来呢，还是这个开心家族的。好，那么这期再来100，试试看这边能抓多少吧，走起。这招太绝了！这边在这里花了50，感觉没有那边的好抓的样子啊。这边的话呢，它是爪子比较硬，甩不动。那边的话呢，其实它你用我那个方法呢是可以甩得动的啊。推荐可以，如果会那个拉拉拉啊，可以去那边，应该是好处一点。这边基本上都是挺难甩。好，那么这期片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